最近手头有点紧啊，来到美丽的小公园，人多车多钱也多，我得想法搞点钱花花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车，色性都对，一看就是个女司机。钱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撞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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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撞野了，撞野了！哎呀，我的波拉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蹄啊！哎呀，疼死了！大哥，你在干嘛呢？我这个车慢慢悠悠的过来，你直接从旁边你就窜出来，说我撞你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我窜过来了？你们我这么一个大货一个字儿站着，你看不见啊？你明明速度很快，好不好啊？什么速度很快啊？我开的能有20码？我这蜗牛的速度好不好？什么蜗牛的速度？你这速度比蜗牛快多了，比兔子都快。什么比兔子都快？你明明是强词夺理。你不用走啊，咱没有监控，我就是监控，我的心跟明镜似的。啊，这下你露馅了吧？你果然是个碰瓷的，幸亏我这开车是蜗牛的速度，我要是豹子的速度，你现在早不知道飞哪去了。你先别管我能飞哪，我现在就在你车轱辘底下，你说哪么办吧？你说怎么办吧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要不然我只管往前开着走。啥？你还往前开啊？哎呀，我和你说，你现在再往前开的话，就不是简单的撞你了，就是故意伤害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？你就个碰瓷儿的，你就是个骗子。我跟你说，你都应该感谢我，幸亏我刚才刹车了。我要是没刹车，你现在眼一闭，腿一蹬，你就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能能别废话，走都不够了。赶紧说咱们班吧，我昨天没落吃饭呢。啊，原来还是个饿死鬼啊！那怎么办？给你点钱。给点钱，给点钱就完了。给多少？给多少？给多少？你说给多少？你这样，我呢不是你恶意的人，你给我8000块钱，我自己去看就行了。8000块钱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你能不能别叨叨，赶紧给钱，再不给我淌血了啊，淌血就不是8000块钱的事了，16000了就。可以啊，你这还涨价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的司机是分钟数计算的，拖一分能涨1000块钱。行啊，那你等涨到10万的时候我再给你。哎，你说妈妈挺凶啊你啊，我淌血了我。呀，你这躺的还挺优美哈。行，你喜欢躺着不是？你躺的时间越长，我就敬你是条汉子。你要是起来了，说明你不是个男人啊。嘿，第一天也不一样，我看新的好玩戏，我先睡会儿觉。气死我了。什么？你切鬼呀！你就想咋说的男人，你自己个准儿。妈，哪么弄？姑娘，恁两个给我听着哈，我今天就给恁普及一下这个男人的本性。这样的男人，我跟你说，你怨他就强，你强他就怨。那具体呢？
Hello, it's me.